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计将扩军到48个席位，排名亚洲第七的中国队眼看几乎稳进世界杯。不过球迷们还是有些不放心，毕竟这些年中国足球缺乏灵光一闪的天才球员，导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对此中国足协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，中国足协订召44名球员进入国足集训营二期，有多名为征战或职业联赛的00后球员，包括了15岁天才小球员。此次入选国足集训营二期的2000至2003年龄段球员共有11人，两位申花球员蒋胜龙、朱晨杰都已有了中超出场记录。格外引人关注是四位来自湖北足协的小球员，15岁的刘成、李远亮、赵亮和17岁的刘成卓。刘成卓目前就读于武汉十二中，曾入选过国少，在今年入选了 U17 国青并担任队长，并誉为2024奥运希望之星。 U15 国家队在金山杯34名决赛中3-0大胜日本广岛三线，球队在火力全开的同时更是完成了零封。作为队长的董华阳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，属于大连足协的董华阳，他出自著名的东北路小学，现在还是 U15 国足的队长。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，国字号军训或成常态。目前国足集训营一期的队员们整月未碰球，数十公里负重行军，先在北体大做身体技能测试，然后前往山东泰安进行军训。国足进世界杯要靠谁？白斩鸡们已经被证明不堪重用，因此这一批中学生天才小球员可能将成中国足球的救命稻草。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